姐姐，你要去哪？疲劳的时候瞬间复活的就是喝低基精，每天早上我都会喝一碗低基精，其实它会一早上帮你暖胃，然后我觉得整个人就哇精神起来了，恢复元气。田园香原味低基精是全台湾第一个拿到健检号的低基精哦，有一个色氨酸，它可以稳定你的情绪，让你的身体还有心理都可以好好的喘口气，让我们由内而外从心里开始照顾自己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。田园香，照顾你的内心开始做起，